我觉得至好饮嘅广东凉茶就系夏菇草啦。好多人听到广东凉茶咧，都觉得系好苦嘅。但其实我哋由细饮到大嘅凉茶系唔苦嘅。如果下下饮好苦嗰种咧，太坑啦。其实夏菇草系可以煲汤嘅，但我觉得咁样煲咧系最好饮，佢唔会太凉，所以一家大细都可以饮。好似有少少菊花茶嘅味道，但又唔似。细个阿妈咧就成日叫我哋饮凉茶嘅，系咪所有广东阿妈都系咁噶？食咩都话热气。但是我就比较少煲凉茶给我女喝，不过夏天煲一煲这个摆冰箱冰冻了之后喝超正，清热去干火，间唔中煲下几好㗎。